星光二班周族美女歌手安心云在脸书 po 了一张爸爸为你穿金戴银的照片，画面中老公庄英杰从雅加达亚运凯旋归国后，立刻把比赛的两金一银奖牌献给两个月大女儿，温馨的画面也引起网友回响。亚运国手庄英杰参加轻艇项目的龙舟赛，在500公尺与1000公尺击败强敌中国，赢得双金，加上200公尺的银牌，与队友共为台湾赢得两金一银。安心云今天带着两个月大女儿去花莲迎接爸爸回家，一家人也到市区走走逛逛，看起来真是幸福洋溢啊。但三面奖牌归女儿，奖金当然是归妈妈咯。